但熱暫時是白。好，一起步的時候前面快的上教應聲彈出，內欄位置有心愛，出面起進之星過了他，第四位外面龍轉輝煌，出面還有魅力漢之大外檔，怪獸廚神都一起搶，內欄位置心愛退回來淺藍衫，後面那堆馬林中間有英明勇將運來福星，還有這隻美活人生，在出面金剛石藍帽走了上去，尾二超速就拍著那隻就活力長勝來的。轉彎中間前面帶頭的馬就龍轉輝煌，第二位怪獸廚神，第三位內欄就上教，在出面第四魅力漢子，中間第五起進之星，在外面就紅龍，後多陣的馬街大開心，在個馬林中間白衫的內欄位置等緊位有心愛，英明勇將粉紅眼罩，大愛檔那邊有金剛石和運來福星，兜到來最後三百多米，幾隻馬平排衝刺的，埋邊位置龍轉輝煌，內欄上教，中間紅龍已經上緊來，再在紅龍後面金剛石亦都在外面追緊，出面打緊上來的馬還有一隻英明勇将啊，最后百零米，英明勇将外边咧，咁啊打开咗之后咧，杀上嚟嘅势相当劲，都好有机会赢啊！跑第二名系红龙啊，第三名岌上岌落啦，橙眼罩系运来福星，蓝帽系金刚石啊！咁啊，结果呢只英明勇将，哇，真系跨季赢三场啊！呢场赛事仲系赢得轻松添啊！跑第二名嘅马系嗰只红龙啊！運來福星有冇机会第三咧？橙色眼罩、蓝衫同佢影相嗰只咧系金刚石啊！真係識贏就真係識贏嘅，英明勇將跨季三場賽事嘅贏，而重彩如果搭呢啲成日跑第二嘅紅龍咁就好啲啦。紅龍跑第二，咁啊第三就掟落去橙眼罩。